苏有朋买钻表，两天就看腻。向所有贵宾们再见，你的双手给苏有朋热情的掌声，还有一个欢迎他回家的尖叫声。大叔苏有朋今天为 Omega 帅气秀表，透露自己现在买表的务实路线。比较过了那种很贪心、什么都想要的年纪，也虚荣过，也虚荣过，买过一只钻表，虚荣过后来买回来又觉得，哎，看两天它其实也就那样，也就那样。他的导演处女作品《左耳》在中国风光开出4.86亿人民币票房。却被指控左耳的预告片盗用音乐。在道理上来说，这个任何这种不尊重著作权的事情，我觉得都是错误的。我是站在道理这一边的嘛。那所以我去关心这件事情。他们其实跟这个音乐人这边有接触，那他们也没有闪躲这件事情。那现在的那个落差就是大家对于那个行情的赔偿金，彼此那个心目中有落差。我比较认为说，那如果大家的那个期待值不一样的话，你就直接去法律啊，法律是公正的，这样那就诉诸法律呗。苏有朋为了左耳一年多没回台湾，因为是新人嘛，所以中间都不好意思请假，因为不能请假，自己要以身作则才能骂人嘛。我休了一阵子，我从刚从英国回来，我本来很怕现在有时差，现在真是好睡着。英国的 online 年纪大了是比较容易度孤啦，不倒。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，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，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